Hello，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有一点特别，你们看我没有画眼妆，也没有画睫毛什么的，因为我今天想给你们来做一个长达3个月的 review。那是因为就是之前的视频里我也有提到过，我的睫毛就是断了一截，我一会儿会把镜头推进给你们看，断得很厉害，就是这只眼睛和这只眼睛的后面和这只眼睛的前面我都断掉了。我现在已经。好像我距离我发微博已经很久了吧，2、3个月有没有啊？然后还是没怎么长起来，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就是睫毛增长液。然后这个睫毛增长液不是普通的那种睫毛增长液啦，说是好像是医美的一个睫毛增长液。那我会把所有的信息，就是我在哪里买的，因为这个好像欧洲官网都可以买到，淘宝我也看了有几家店在卖。至于是真是假，你们自己去分辨了，反正就还蛮贵的。这个它里面就是这样的，是一个银色的，我还没有开过，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做。今天是8月17号，因为它这个说明上是说这个要涂3个月才有效果。我就是说，等于说它的一个疗程是3个月，那我差不多就半个月给你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这么有效。顺便这个呢，也来督促我自己，让我自己坚持下来，因为我经常涂这种东西，我都没办法坚持3个月的，经常就是今天涂了，明天不涂，明天涂了，哎，反正你们懂的。那我现在就来 zoom in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睫毛，然后我这只是后半段断掉了。然后我的这个眼睛是前半段断掉了，所以是不同的。虽然说现在已经长出来一点点了，但是还是非常的明显。好，这就是我现在左眼和右眼的情况。然后我现在就把这个拆开，然后督促我今天晚上就开始用，这样是不是很烦躁啊？是不是人老了以后连睫毛都长不起来啊？它里面是这种头的，哎，这种细的头，不是刷在睫毛上的。好，这是我的第一次录影，然后我们就下次见。拜拜，Hello，大家好，今天是9月5号，距离我第一次擦那个睫毛增长液已经差不多17、18天了吧。然后我没有在15天的时候拍这个视频，是因为我那个眼睛发炎了，所以说我就不是很舒服。虽然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发炎，但是我想你们能够就是能够忍受的地步。我先来讲一讲这10多天我使用这个睫毛增长液的一个感受。刚开始用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然后我用的时候也不觉得刺激，也不觉得什么。那可能后来到1个星期左右，我可能就有点放肆了，可能之前有点胆怯，说，哎，这什么，就是有点不敢放开用嘛。后来我就涂的可能比较多了一点，就精华液比较多了一点，有点很想它快点长嘛。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疼，就是睫毛根部的地方会觉得有刺痛感。后来我就不太敢一次性涂太多，因为有些睫毛增长的东西我也用过，就是涂了以后。那个眼就是眼睛里面，就是那种就是画眼线的地方，会长那个小籽籽，有点像脂肪粒，就很像眼睛长脂肪粒。但是那个东西是会消的，就可能你一段时间不涂了，或者它是因为营养过剩造成的嘛。因为刚开始我用的时候是不觉得这个睫毛增长液也有这个问题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它还是会，因为我精华用多了以后，它还是会长一些小籽籽。那所以如果你要买这个睫毛增长液的话，那一定要记着，就不要贪心，不要像我一样贪心，想一次性长很多，然后涂很多上去，这样反而对你的睫毛不好，对你的眼睛是有刺激感的。那我之前讲我眼睛发炎了，我不知道我发炎是因为我涂那个刺激到我的眼睛了，还是因为就是会有眼睛会有很多红血丝啊之类的。然后医生现在给我开的眼药水在滴，这样他说这种东西就是也说不清楚是怎么来的。我不觉得是这个睫毛增长液让我变成这样，让我的眼睛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你们提一下。那我自己觉得是长了非常多的。前上次视频讲我断的睫毛基本上开始长出来了，但是也不是说一下就很长啊，但是我有看到效果。那现在我就给你们推进做一个对比。
好，我刚刚忘了讲，就是我期间大概我尽量坚持每天都涂了，然后我有两天没有涂，因为我那天就是很累嘛，睡在床上就不想动了，其他时间每天晚上都是涂了的。我觉得我的下睫毛长了非常多，但是我的下睫毛是非常非常稀疏的那种下睫毛，我只觉得它长长了，但是它并没有让我的睫毛长密，但我还是对这个效果很满意的。那我会坚持用下去，然后继续再给你们进一步的 review。 OK， 就这样啦，拜拜。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应该做我的第三次 review， 就是我的那个睫毛增长液的。我今天是9月20号，距离我上一次拍过了15天，但是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消息要告诉你们，就是我的睫毛又断掉了。然后我昨天晚上擦那个睫毛增长液的时候还好好的，然后我能看见我的睫毛就是之前断掉的已经全部长起来了，但是没有之前的睫毛那么长，就没有一样长，但基本上已经长起来了。然后我还想说这几天该拍这个视频了，然后来你们看看这个就长了多少这样。结果我今天早上一起来，这一片齐刷刷的断掉，我已经无语了。我现在整个人的心情非常的荡，我不晓得该怎么说。今天早上擦睫毛膏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努力的在回想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把它弄断的。我卸妆也卸得很干净，然后也没有贴假睫毛，也没有去扯我的睫毛，那它是怎么断的呢？然后我还在那个枕头上找了半天，我就想找出来我是怎么把它弄断的，就没找着，就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的站在镜子前，真的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感觉。但是怎么说，我现在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有点想通了。我决定就在今天就是结束这个视频了，就不再给你们做之后的 review 了。之前我是说的要做长达3个月嘛，但我现在做之后的测评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等于又是重新开始，就从第一天那样，然后再给你们看一遍长到15天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一会儿还是会拉近景给你们看我现在睫毛的情况。我这只眼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只眼睛没有断掉，但是我这只眼睛后面全部齐刷刷的断掉了。我想起来特别吓人，你知道吗？我特别像有人用剪刀给我一下剪断的。我晚上梦游，我起来把它剪了，我想起来我就害怕。哎，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先拉近给你们看看。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没有用，因为我明明做好了所有的，就是感觉那个怎么说，明明就是一步一步的给你们看，就是这个睫毛增长液给我的眼睛上的效果，但现在我睫毛突然断掉，等于说你们就缺了一段没有看见。一般来说我的右眼，就是我这只眼睛是长得比这只眼睛快的，这我觉得应该正常人都是这样吧，就是左右会有一点点不对等嘛。但是你们也可以看见我的左眼的眼睛上的睫毛是基本上长得是差不多长齐了。那我现在只能说我还是会继续刷这个睫毛增长液的，就算不拍这个视频，因为我这边又断掉了，我能怎么办呢？然后我就会集中刷我断掉的部分了，我应该就不会再刷我没有断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话睫毛永远都长不齐，非常遗憾，我也觉得很伤心。那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会把这个视频放上去，那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吧。然后这个睫毛增长液我个人的感觉是有用的，对眼睛是稍微有一点刺激，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我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很有效果，但如果说它长起来的睫毛这么脆弱，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那如果之后我睫毛又长起来了，或是又发生了什么，我会在其他就是关于比如说化妆视频什么的之类的给你们再报告的，好吗？那祝你们有个愉快的一天，不要再想我这么倒霉了，就这样吧，拜拜。